到这边就有一颗痘痘，它不见了耶。如果上起来妆感蛮好的耶，看起来很无瑕，两边就差很多耶。它这个妆感是那种柔焦磨皮感，我自带磨皮滤镜的那种感觉。之前用的粉饼一上上去就显毛孔，粉很厚重，容易打出油。一整天下来底妆斑驳，打粉超恐怖的。朋友跟我推荐这个粉饼，它们上起来妆感很好，又很持妆。所以我现在就来开箱。厉害的耶，瓣口马上就隐形了，它上起来蛮丝滑的耶。相比这边最容易卡粉，我来看它会不会卡粉。没有卡粉耶，很服帖，而且很轻薄，我觉得我上起来妆感蛮好的耶，看起来很无瑕。两边真的差很多耶，它这个妆感是那种柔焦磨皮感，我自带磨皮滤镜的那种感觉。这边的毛孔瑕疵还有油光，现在都看不到了耶。真的是我喜欢的耶，瑕疵真的有遮住，尤其是毛孔的部分。天哪，这个毛孔还有痘痘都隐形了耶，不会变得好平滑哦。它的妆感很轻薄，却可以遮住瑕疵，难怪我朋友会这么喜欢。那我要准备出门了，我刚到家了，现在已经带妆超过八小时了。我来看一下妆感，看起来是蛮完整的。近看一下鼻翼有没有卡粉，也没有耶，还是很服帖。一整天下来妆感真的很好耶。我觉得这次粉饼开箱体验真的有惊艳到我哎！它的妆感好之外，它的持妆能力也很好，不管是上妆、定妆还是补妆，只要这一盘就可以了，超方便。